掉了，不是一屋的还要的，鸳鸯新桌，知道我的，一屋啊这边掉绿的。时不时来句外语，使我瞬间荡天。白云，我错了，原子弹之父，我错了。好好吃的埃萨姆奶茶味，融化就是埃萨姆奶茶。好甜呐。对面，你们能帮你做点事情吗？把桌上的那些纸碗啊什么都把它收一收。丢个螺丝，插个钻上。丢螺丝？你刚才见这里有啊？垃圾。这不有的是螺丝。不行的话，现在3:48，又晚。如果谁现在能把脚手架送过来，那该多好。对吧？对吧？这挂螺丝，他就要 KPI 了。其实。啊。如果最近去养皮鞋。啊。他说要小皮。小皮。难道不能拿下？不要踩着杆子哦，要摸螺丝对吧？起来，别走开。摸螺丝丢在桶里啊，丢在桶里，不要踩着杆子。这面先摸这个。没有准备要换位置。只是准备脚手架往前面搭，往前走，往前走啊！这就是窝点，这就是窝点。左边很浅，稍微左边1米。让一下，对面，让一下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地形？新大师。干嘛？你窝点，这是偏离的窝点多少？脚手架，我们水友娱乐共享说家里有4个，让我们直接去拖过来。个就行了。至少要搞2个呗。狗逼呀，你要办事的清楚啊！其实也不是选那种，狗点哈，郑州狗点哈。那个地方么，不仅能那么挣那么点。那个叶子神经，就我不。神经不。谢谢爱非诚勿扰的办卡，谢谢。嗯，没有上雨。那边狗狗还是淡了哈，你去摸啥？叫啥给他的？你脑子都没漂亮的。路也不得破，不能买，用力多拉多回来了。也不是说不能掉，也可以掉。这个地方。嗯，因为你再往前面挪了之后，它下面地形还是走势，走山的山体的走势还是这个样子。终究是靠这边是深水，知道吧？靠右边是深水，很深。右边深，来鱼只会从右边过来，是吧？从右边到这边。要么是右边，要么是原点。
你看着你往前面走好远搭个脚手架，其实它三 D 的走势还是这样子，你往左边它就浅一些，然后往右边它就深一些。我感觉还是搭脚手架好一点。有脚手架搭，那说啥，那现在我就去搭这个点，这个昨天也不是说坐下去的窝子，也不是说浪费了，也不是就是说浪费，都在这一块是吧，都在你这附近，附近都在这一块，掉位不掉点不动嘛，还是这个点。现在真应该把这些脚手架搞过来。早上过来的时候还有鱼，一个大鱼在窝点翻，就窝点，师长一直说窝点，说中间远处就在窝点前面，就浮标前面两三米远，你不信问二鱼。你不信问二鱼，就在浮标两三米远。早上的时候是最多这种窝点鱼翻的。深深有啊，右边就特别深了，这个右边就特别深了，左边就特别浅了。现在怎么搞？做个决断。把探测教台，我到那里去搭个点，你就在那个点站在探测教台上面，跑几杆，试一下。探测教台太飘了。飘上面搞东西压，搞石头压。石头压。里面什么东西？搞东西压。这一切这个点肯定是不会变了，知道吧？嗯。就要选这个点了，这个点还不错。这地方可以的，绝对是有鱼的。这个地方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，只是现在出肯定是有鱼，非有鱼不可。鱼肯定会到这个滑尖来，知道吧？但是现在就是，要不要往外面挪？往外面挪肯定是好，是要好一点的，就是麻烦一点，知道吧？就是麻烦一点。你像老陈他们，人辛苦一点，就是鱼上下来，这人辛苦一点。鱼到，但是我们太靠近这个边边角落了。我打了70斤。昨天一天打了70斤窝子。坐在那个点的话，就可以同时两个人钓，一个人钓下。那可以两根竿，先两只竿钓。搞两根竿。那滑漂就可以不要了。滑漂也可以往前面，也可以往，妈的，打到更深的点。滑漂往滑尖更远的那个。滑尖的远处啊，那个地方也是个优势。找妈的100斤以上的鱼的，要么不中了跟你说。现在这个位置5米深，5米多深，也特别深。它再往右边就黑漂了，往右边就黑漂，往左边漂就竖不起来，是这样一个走形啊，这样侧着一个走形。活动脚手架不难搭，但是在水里面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水里面搭脚手架那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就是要在水里面搭，以为在岸上搭好，然后一抬过去放的。在岸上搭好，然后抬到水里去。这个放。垃圾归类啊，找一个大麻袋装。这个专门找个麻袋过来。过去把那个探测将来搭那里。我想在这儿。你要在这里啊？没错。他没来。酒炫不来哦，你可以隔壁进啊，你怎么今天一定会把袜子打湿的，放心。不能打湿，今天太冷。这个，包括这趟这台要想搭都提前。把脚伸到最长用。我觉得这个信心满满的，要是把它搞出去的话，这个点应该是个比较好的点。要深有深，要浅有浅，要滑尖有滑尖。
现在干嘛？现在把探测吊台伸到最长。